啊，开始啊！首先，哎，这样只要第一局输的那个人就没办法再买，我觉得会输哎。哎呦，哎，你从哪里狙的、啊？哈哈哈！哎呦，好痛啊！啊、哦，下风，干嘛？你开外挂对不对？没有啊。夏风，你太屌，你太屌，你太屌！夏风太屌，夏风太屌！你开外挂这不对，为什么你一直穿得到我？你没射到他哎、欸！要比外挂的话，我自己也是有外挂。啊，没开外挂，只是 我没开外挂啦，只是我不常开而已。让我看看，好，我开加速器啊！真的要开哦？看呢、啊，看情况。可是我不想开，我不想在别人账号开。真的是哦，那个非常非常的高，但我只剩20块。哈哈哈哈！可是20块换算成台币其实还蛮多的，要100多块。嗯。知道我只有小刀哎、欸，我用完屁啊！不，哇死了！你那只不是五大神器？谁？你啊？哪有？这是割毒药哎、欸，是不是黑社会？像你认真玩，黑社会那一只已经被封了。认真玩啦、啊！你没有狙击咩？哦哟，进步了哈！狙击就好办事。那么我也好办事。屁！你真的有开外挂对不对？穿墙哈！我出现，你让你穿得到。你每次都只会跪在那边，那么好穿。打到脚架、哦，你打到脚架、哦、啊！啊啊啊啊啊！要耍憨，不，噩梦又回来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，重创房了，不然就是等一下玩完之后重新说。嗯、是不是有人传讯息给你？我怎么传啊？我又不能传。你可以密他。我最好可以密啊。要密我也很难讲说你在哪里啊。你是有时间差的好不好？我们可以用手枪。射到了、哦。逼我的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因为我要存钱啊，好、哦，真的存到了。对，好，我都忘了我这一把。哎、欸，你看你拿什么？我怕。你知道你拿什么？到底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是要用豆具子弹？没有。哦，你拿重狙不公平啊！哦，太酸啦！拿错枪了啦，是这一把才对啦。哒哒哒哒哒！我真的觉得你有下载一些东西，然后可以直接穿透哎、欸。不可能！哎、哦，狙击枪本来就可以穿吼。对啊，狙击枪是可以穿的。可是你怎么可能会那么神？你就刚好让走到他的位置吧。我之前有跟别人比赛开挂，看谁比较强，然后就赢了。两个开加速器拿那个小刀，然后一秒挥1000次，超爽的。怎么可能呢？这边一直跳来跳去。啊、哦。
啦啦啦啦啦啦！哈哈，分数差太多，啊，让他一下啦。哎呦，小心哦，下风。喂。你刚不开加速会赢呢、欸？我看你那个动作就知道你有开加速。哎呀，好可怜哦！等下我要开，不准！太高了！太高了！